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听是不听啊？就这个南孚聚能环的四代电池啊，谁是19.9买的16级啊？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您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9.9啊，给咱发16级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啊，给咱发16级这个南孚电池。哥姐们啊，如果咱家里的钟表、遥控器啊、智能门锁、无线鼠标、电动玩具，还有那个电子血压计啊，需要更换电池的话，咱都可以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咱家这款南孚聚能环的四代电池。咱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南孚的电池呢，平常线下买是比较贵的啊，平常就是我们家楼下超市啊，都是需要2.5块一节的，平常买4节的话啊，都需要10块钱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发16级啊，厂家呢是19.9给咱发16级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，给咱发16级这个南孚电池。南孚电池呢是一款无汞的无力的环保电池啊，并且呢它有一个超长的质保期，咱看一下啊，质保10年。咱们家家户户呢都离不开电池啊，像咱家里的电视遥控器了、空调遥控器了、小朋友玩的玩具遥控器了啊，都是离不开电池的，咱们都可以趁着这活动啊，把它囤到家里，并且呢，它有一个超长的质保期啊，质保10年，咱也不会担心它啊会过期。南孚电池呢是一款碱性电池啊，并且呢更耐用，咱都是啊从小用到大的一款品牌，南孚的大品牌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啊，给咱发16级南孚电池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6.9啊，给咱发16级的话，咱赶紧圈牌。